嗨，各位晚安，我是吴姐。那今天呢，我要来打十一月份的任务。那今天的任务是龙魔界幻灭集。那之前呢，也都会用速刷的队伍在这边刷防座。那今天呢，我要用这一只角色自己一个人来 solo 看看。Go。这一队呢，火力是蛮够的，所以是只要颜色凑得起来，应该对面都会死啊。进不去。那这边呢，我要开个技，转心值把它轰掉。就这边吧。然后这边开奥丁龙。缺暗珠，那这边我要开一下技能。OK。没有按住，马超是把按转掉了，算了，因为锁主要是拿来解锁。好，歪了。步就一串，但应该对，应该没问题。血量扣得有点慢，有点紧张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子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大家拜拜。